耳机怎么用？蓝牙耳机是将蓝牙技术应用在免持耳机上的一种产品，能让使用者免除脑人电线的牵绊，自在地以各种方式通话。那么蓝牙耳机是怎么使用的呢？首先点击手机设置中的蓝牙设置，选择开启，打开手机的蓝牙支持功能。其次，在蓝牙耳机关闭状态，按住耳机多功能键三秒以上，待耳机上的指示灯亮起再松开，此时蓝牙耳机已处于可被查找状态。然后打开手机上的蓝牙选项进行查找，成功搜索到耳机后，会在列表里显示蓝牙耳机的名字和型号，点击确认，最后点击蓝牙耳机名称项，进行手机和蓝牙耳机的配对，连接成功后，蓝牙耳机就可以使用了。